常有人说，香水会为主人代言。喜欢薄荷与果香的人，向往青春活力；好用雪松与琥珀的人，渴望彰显成熟。尽管会因为稀释、挥发、陈化而退淡，但只要滤去杂质，排除干扰，就能复原出香水的正颜。前调是柑橘和茶叶，中调混入橙花与玫瑰花香，后调是沉稳的木质调，非常浓郁的香型，留香时间很久，是相当名贵的款式。还请安息，香水会为主人代言，即便主人已经无法开口。我们一起约好在山顶露营，到了山上却没看见他，没想到是失足坠崖了。他的同伴是这么说的，你觉得呢？他在死前没有爬过山，更不可能跟人约在山顶见面。所谓坠亡，是个谎言。哦，为什么？杂志里没有混入汗味，也没有哪位淑女会在登山前用那么浓郁的香水。